去年八百万的上帝，我正属于你百姓，也是查某囝。但是你所设置的安息主日，我来到你的殿里，才要来敬拜你，要来服侍你。这上帝，那之前偌久，我教会已经组成设立。你今年关怀协会，祈求给上帝你大大祝福，在这个协会，让阮有更加侪的兄弟欢喜来加入这个协会。啊，通过这个协会，是啊，来关心阮所有社区的负担，用着实际的贴心行动来关怀。在这弱小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，上主的疼，实实在在显出伫我的生活中。啊，透过这来，引传侪侪人来上班处理。阮到未来有缘，有几位年长的士大，身体、身躯、肉体。虽然啊，也即心心灵欠万年，祈求给你的心来依依，来安慰，来扶持，而且祈求你赐温赐福，予因通早日得平安的健康。阮教会因日本叛徒。比如男神毕业了后，心情来来到台湾的教会，而且以尽力来做艺术工，参加团结活动，释放会友关心的探访，以及以组织的助力建立，总会当最精髓的事工，总是。因为着伊个细囝，升学教育是无久要来离开阮，祈求个上帝你大大永远祝福伊即个家庭，啊，祝你个神引带带领伫临川都头前要来无归个时光，教会守住伊智慧能力。以后，你所有的会事，咱用个谦卑顺服来追逐你的祝福。这是我求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，安静阮每一个人心，予阮谈明白，无输所传讲伫阮的中间的信息，来帮助阮的力量。啊！祈求俾上帝，予阮听的、甲讲的，拢平平得到俾上帝的祝福。阮安尼祈求感谢，拢是靠主的圣尊名。阿门。